哦，舞龙舞狮 ，Landon， 你要跟宝宝说什么？恭喜发财。那你要说恭喜发财啊。然后呢？然后要干嘛？狮子你要手拿上面，它才会动啊。嗯，恭喜发财，然后嘞？给我红包，不是红包拿来，不能讲那么白话。对对对，哎，你要拿它上面的红色的靶子，那那跳跳跳，它在跳，噔噔噔噔，哦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哎呦，哇，它舌头吐出来，它舌头上面写什么？刚刚说的标签。那不是标签。哦，好好玩啊！我玩一次给你看，好来。